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阿铁。喂，铁柱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啊？狗蛋呢？狗蛋昨天吃坏肚子了，应该继续上厕所了吧？铁哥，我来了，有啥事吗？刚才有人报警说地铁站受到了袭击，你们两个准备一下，跟我一起去看看。好的，铁哥，我们可以马上出发。好，行，那我们走吧。是呀，很奇怪，我们大家要小心一点，注意警戒。好的，铁哥。上面的情况正常，我们下面看一下。铁哥，你看对面有受伤的人倒在地上。他们是应该受到了袭击，赶紧叫救护车。我们去隧道里看看，要把那个该死的犯罪分子抓住。哎，奇怪了，前面这是什么东西？铁哥，好像是一个时空传送门呀。奇怪了，这里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？我的天哪，那是个什么怪物呀？哇，不好，我要被这个门吸进去了。杰克，这是哪里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前面好多那个火车怪物呀，不过他们好像都不会动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铁哥，这怪物也太多了吧，好可怕呀！别说话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哇，铁哥，那些怪物追过来了！哇，快点，赶紧跑！铁哥，这里面是个迷宫呀，我们要怎么走呀？我也不懂呀，跑就是了。天哪，这些怪物一直在追着我们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哥，这前面有个门。好，我们进去再说。啊！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想看我和狗蛋的其他冒险历程，那就请点赞加关注我吧。我是你们的